爱随花而去，你爱规手家弹咧走，有无？啊，野风唔去，你爱去野外家己去吃王爷啦。啊，你来控制你的蜂窝来，对，伊的蜂群就会分过来。那它的区别就是，那个台湾那个日本蜂有没有？它有花的时候它吃花，但是如果没有花的时候，你要弄糖水给它吃。所以有下面人讲台湾的蜜蜂蜂蜜啊，弄不做水的，因为咱因为季节的关系，我们在喂糖水。但是野蜂不一样，野蜂它一年四季不管台风或者下雨，它都要出外觅食啊，有什么花它吃什么花，所以它的那个蜜啊，它不是像我们通常那个日本蜂拿下来以后有没有，我们会放到一个离心力的那个桶子里面涮一涮，但是野蜂拿出来，它不是像我们人工的这样子一片一片，它是整个蜂巢，所以你只能把上面的那个蜂蜡刮除啊，改热卡啊，和你把它滴了啊。啊，所以它那个蜂蜜下来的时候，你装瓶以后有没有？你改倒起有无？